我所有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，赶紧给我走，别让别人看见你。乖女儿，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给我走！ 你这创意不错呀，直接给老板看就行了，不用跟我说了。你是名牌大学出身嘛？家境好，给你看，我更有信心。小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嘟嘟，你现在是老板的红人呐，这马上就要升职了，到时候。 可别忘了我们，嘟嘟，有人找你，乖女儿，总算找到你了，打你电话又不接。 说让你不要到公司来吗？来来来，大家吃过，这是我从乡下带来的，可甜了。这个是我们家的保姆，平时喜欢叫我乖女。这水果是她今天特地带给大家的。 上班时间任务完成了吗？嘟嘟呢？哦，嘟嘟刚刚出去了，来了个农村老太太，好像是他母亲。赶紧工作吧。 乖女儿，妈想你。妈，你知道我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大家都以为我有一个好的背景，加上我自己的努力，现在眼看就要得到重用了，而你。 孝为先，你妈妈生你养你，供你上大学，你才有的今天。你现在说不认就不认了，算是看错你。老板，我没说了。我们公司容不下你这么绝情绝义的人，你连亲情都可以背叛，迟早有一天。 你也会背叛我，你走吧。